我跟他们说，我说所以我们在那里干好不行，干好的完了之后还有一起，他不配合的，那是张小贵说的，是不是？老早在北京看他们就自焚，我改翻台湾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跟他说。我说我讲两个道理听，我说原先政府的叫做工作，把他们做工作混，是不是？这是政府的第一个概念。现在就是强制性的让他们回来，性质变了。你说你一个老百姓，你能够跟政府去抗争？抗得不了。那张建国说我有癌症。是不是有癌症不阳光？不阳光，是不是？一些蛮好的机会，你们把原先的机会还浪费了，你说的浪费。那个时候你的嘛，我只晓得该的好，踢的好，想办法，要运气。说我们也惨，晓得不？懂吗？这里的嘛，你强制性的没得惨的呢。不把钱是吗？对，不是不把钱，有3万。用10万都行，那就想办法玩一下。他就是坚决不行玩，坚决不花钱，所以就说他就把那个性质变了。你把你的票上床的，你把老子打的本事，一个狗蛋，我的本事了，是不是？